棒球衣，头上戴着顺泽宫冠军帽，国民党彰化提名的四位立委候选人联合前往选委会登记参选，现场热闹造势，众人齐声高喊口号：重返执政，支持者高举看板布条，敲锣打鼓，展现团结气势，现场气氛相当热络。其中现任议员张汉天这次转换跑道拼立委，更提出帮生帮养的政策，高喊要为国家顾未来，进入中央会为我们来推动我们零岁到六岁啊，高所得自己养，然后中所得由我们每年补政府每年补助10000元，然后低所得政府每年补助20000元。彰化县第二选区立委选举，国民党提名县议员张汉天，民进党提名现任立委黄秀芳。另外，黄玉芬也以无党籍加入战局，侵蚀蓝绿票源。张汉天祭出人工生殖补助以及未婚女性的冻卵补助，迎战对手，展现陆战攻防气势。参选人的政策就看彰化选民明年的选择。记者彰化综合报道。